歡迎收睇 Sir 手機 ，Sir 係誒港股二萬七係穿咗啦，係不過近期好似有啲嘢晾住喎，炒減息喎，嗯，落唔落得起咧？嗯，減息關你鬼事啊？減息真係唔關我事啊！咁咪咯，講完啦。哦，冇用嘅，嗯，都係拖住落噶啦，嗯嗯，咁樣樣啊，即係六月都係唔好樣，嗯，咁咩都冇講住，睇下市點行先啊 ，Sir 好，第一我係睇睇嗰個。依、這個整體嗰度先，嗱去到而家呢度咧，大概二萬七喺度晾住。咁二萬七喺度晾住咧，當然佢係會有啲嘢講講嘅。第一又要睇睇依個嘅係兩個人有冇得傾啊？習近平依個特朗普有冇傾啊？都發緊夢嘅。咁啊再跟住咧，又睇下人哋嘅減息啊咁樣樣。咁啊呢樣嘢咧，人哋結婚關你鬼事咩？係嘛？不過啲人係繼續係咁中意咁睇，咪等咯咁樣。好啦，咁啊國企指數嗱，國企指數亦都一樣咁樣，上證指數。啊！又係咁打橫行，咁深證成指數又係咁打橫行，道瓊斯喺個低位度反彈咗啲啲，哇！反彈啲啲，唔好唔睇少喎，呢度叫反彈咗500多點嘅喎，成半嘅啦嗰度，好好嘅咯喎，係咪啊？咁即係你上翻嚟呢啲先啦，26000呢啲先啦，上呢只上嚟呢度先啦，唔好唔記得之前個高位好似呢啲嗰度嘅嘛。嗯。啊，日K啊，日經指數啊，哇！跌到落去呢個。喺地牢嗰度再彈翻上嚟，都夠力咯，都真係。咁啊，美匯指數咁啊死咗俾你睇啦，都話俾你知噶啦，過嚟要夠六啦，見到啦，係咪啊？咁即係係咪依個已經即係再 OK 咧？唔係嘅，因為你再跟住睇呢啲，咪翻喺過嚟咪喺呢啲個位度咯，係嘛？咁、再跟住之後乜上落又點咧？我始終有得睇誒，稍後期間咧，美匯終極指數78。哦，終極啊？係幾耐到啊？咁你哋梗係俾幾年㗎啦？哦，幾年係咪啊？係好啊，美元對日元嚇，咁嗰陣時時咧，我都話你落嚟呢個10107啦，106呢啦嘛。咁喺應該會喺2019年底啊，或者2000年初咧，應該係見到大概100度㗎啦。哇！100度啊？係啊。咁啲市又喐㗎咯喎，100度。係因為個市騰雞，所以咧。哦，跌翻轉就上100。係，咁啊當然啦，你唔好咁快100嘅，咁可能即係105先啊，104啊，103、102都夠啦。咁如果去到能到去到103嘅，算鬼數啦，你當我到100啦，好唔好啊？哦，哇，走曬咁大，好，係，哦 ，Sir Sir，嗯，炒減息就雖然唔關我哋事啫，咁都要講一講嘅。係，而家大家都預期，喂，可能7月就已經減添啦喎，使唔使咁做啊？會㗎，冇乜問題㗎。冇問題咩？啊，冇問題。因為要撐住特朗普啊。唔係撐唔撐住特朗普，根本呢個 Trump won 嚟㗎嘛，唔係特朗普撐，唔係你撐特朗普，係特朗普叫你要咁做。叫你做嘅，係啊、所以呢個唔係呢個係唔好以為撐特朗普。哦，聽話接指令。而家咧，特朗普踢你聯邦美儲局。哦，係咁簡單嘅，係咪？咁冇問題啦，咁啊睇睇啦嚇。好啊。咁啊睇睇就呢個咩啊副主席又話使要提出減息，即係通脹低於2%，環球經濟金融市場經濟不能依個重大行風險，黐線啊！真係。哦。你今日先睇報紙嘅咩？誒，睇咗好耐啦，係啊。我話嗰、那個呢、這個聯邦儲備局副處長啊。誒，啱啱接到 order 咧，可能。係咪啊？係。喂，你話要嗰個行風險啊？係人都知啦，唔係個股市點解會跌落嚟啫？係啊。係啊，蒙啊！你真係年幾兩年添啦。不過咧，你真係硬係要講一樣嘢啊嘛。好似現在發現新大陸嗱，我以前要加息㗎，我要咩？而家我發現到新大陸我要減息啦。咁嗯，好啊，再跟住咧，聖路斯銀行呢個仲麻煩。我點解咧？嚇，佢不嬲都係想要個減息㗎嘛。夾嘅係。嗱呢個咧，佢跟住睇佢最拉尾嗰句喎。知識曲線倒掛似乎反映聯邦儲備嘅政策過緊。呢、這個亦都係聯邦儲備局減息嘅理由。嗯，喂，咩叫知識曲線倒掛？我哋而家唔係喺8厘息、5厘息嗰度嚟到倒掛啊。嗯，我哋一貼住成日我講，我哋啲息口咧而家去到已經碌地沙價格，係等嚟打緊泥漿摔角。哦，泥漿摔角時咧，有陣時 A 軍就冚住 B 軍，有陣時 B 軍冚住 B， 你能唔能夠講邊個贏咧？哦，一糾纏緊啫。而家你只係一日低啊嘛。當然啦，如果你姚明同你係即係大家要摔角嘅話咧，好明顯你一俾姚明壓咗落去咧，呢、這個就係真正倒掛啦。
嗯，係。啊，唔係，對唔住，因為你壓住姚明咧，咁就倒掛啦。哦，係。係咪啊？咁你兩個都係咁高咁大，即係個息口咁低咁低啊。嗯。碌嚟碌去，碌地沙啫嘛。點會倒掛？我哋倒掛，喂，倒掛咗好攞多次啦。係，上年尾年尾開始啦。你而家先又話睇到倒掛，咪又係攞嚟講嘢。是不是？是。那为什么应对贸战升级带来的下行风险，联邦储备可以很快需要减息以推高通胀？喂，你为什么推高通胀？你经济下行嘛，物价就会跌的啦，何来通胀？哦，即是减息都推不高。好了，鲍威尔说以合适方法应对环球贸易纷争。啊，2019年六月六號先有環球紛爭咩？嗯，好似環球貿易紛爭係好似喺2018年3月22號，由特朗普要加中國關稅開始嘅噃。一週年都過埋啦，係。咪係一週年都過埋咧？你竟然先要應對環球紛爭，你慢咗成年喎。所以我成日都話，今屆係聯邦儲備局係唔夠班嘅。嗯。咁點解唔夠班咧？唔係佢哋睇唔到，佢睇到嘅。不過，他心裏頭認為經濟上發展上，你話經濟好啊嘛，佢哋話經濟好噶，一路都話美國經濟好噶，特朗普都話經濟好，咁你咪應該加息咯。不過特朗普踢你屁股啊嘛，係個市又冧咧嚇。咁啊，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咧又認為美國經濟邊仍然穩健啊，佢話嘅喎，嗯，佢就話佢未必要減息，咁最近係咪諗要減曬息啦嘛？嗯、三藩市主要銀行總裁又認為現在有減息需要，即係只不過保持耐性。不過好像最近又講曬喎，要減息喎，13個都減啦。今個禮拜有13個聯邦儲備局官員喺度講，你數一下啦。哦，我諗有呢個13.5%都話要減息啊。係，13個人講嘢，我13.5%都要減息。即係減眼。係。好啦，咁啊，市場咧預期咧就點啦？因為有個人有啲人可能講兩次啊嘛。哦，係。聯邦儲備局七月仲有減息0.25厘，聯邦儲備基金利率下調即係2厘至2.25，咁啊機會咧達到5.59%。預期10月同明年1月咧再次減息0.25厘，意味住聯邦儲備局半年之內3度減息，聯邦基金利率就會喺1.5厘至1.75厘之間。第一件事，點解七月減啫？點解咧？唔係七月減啊！不是七月減啊！哦，慶回歸關你咩事啫？唔關事，唔關事。七月雖然有美國國慶，哦，我哋大致上喺依個唔知四月到定五月都已經減咗啦。哦，唔係減呢個喎，但係係將聯邦基金入邊嗰個 in excess reserve， 嗯，係由2.5厘減咗。是0.05厘啊嘛，嗯，即係話佢已經減咗少少，點解減少？因為呢個咧係聯邦儲備局嗱，其實就咁樣嘅，應該咁講。呢個咧，我頭同呢度咧，就聯邦儲備局嘅基金利率喺度浮動嘅嘢。係啊，咁上面呢個咧就有 excess reserve， 即係超突咗嘅銀行結餘等呢度，就呢個嘅係額等呢度。佢而家要將呢個減咗落嚟，其實已經減到咁咯喎。嗯，即係佢已經低過聯邦儲備基金利率嘅最頂頭嘅部分嘅喎。係。咁你話係咪已經減咗啫？嗯。因為本來呢個應該要咁樣噶嘛。嗯。好似頂帽咁啊，而家頂帽咧已經拉咗落呢度。嗯。逼啲錢走啊！頂帽到，我應該第四個頭就要咁縮噶啦。哦。係。講乜嘢啫？點解七月減息？點解啲人會七月減息嘅啫？嗯，你睇睇 in excess reserve 已經一早減咗啦。哦 ，in excess reserve 嗰個 boundary 一路過往由2008年都係聯邦基金利率喺呢度。嗯 ，in excess reserve 嘅錢喺呢度嘅。係，而家今年就咁啊，即使你應該咁啊。哦，咁仲唔夠咩？點解仲要減咧？咁而家你咁啦嘛。嗯，咁你減嘅時候就咁咯。哦，跟住嗰邊又喐。呢度又喐啦，又喐啦，咁啊，越嚟越矮，咁啊1.5、1.75咯，系，所以個世界已經做咗噶啦嘛，嗯，咁點解呢樣嘢做喺舊年嘅時鐘？我已經講過呢個叫 Trump One 噶啦，我舊年10月話你會減息，
你一定會 QE4、嗯、不過不要叫 QE4， 叫 Trump 1。 Trump 1 Trump 1是減息兼 QE 的，哇勁過你以前美國聯邦儲備局那些，是因為點解佢踢你屁股嘛、嗯、所以聯邦儲備局會不會中立呢？梗係唔中立啦，因為呢班人唔夠班嘛，係你唔夠班就自然就唔可以中立啦、嗯、你夠班你就頂住，我按照住我哋美國聯邦儲備局嘅規矩做嘢、嗯、你唔係啊嘛，隨時炒埋你咁樣，咁所以我咪話叫你唔夠班咯，係驚啊，驚死啊，係咪啊？咁啊結果將我點樣咧？咪好似去翻呢個係七零年代尾有一個聯邦儲備局長叫 Arthur Miller， 嗯，佢又係俾卡特咧踢佢，哦，要做嘅，因為佢想要撈啊嘛，嗯，個位撈唔係踢佢走啊嘛，所以咪搞到美國通脹勁抽升咗。好啦，而家佢講啦，好啦，睇啦，高盛就講啦，相信咧就會對美國咧就會對餘下嘅$3,000 億中國貨咧加徵關税，咁人哋墨西哥咁加徵關税。咁如果貿易戰爭之下，美國第二季嘅經濟量咧就只係得翻1.1% 嘅，對比一週前估計1.3%就遲咗啲，少咗啲啦，因為你對墨西哥加徵關税啊嘛。嗯。咁下調美國下半年嘅經濟增長預計去2%，比上預測就減咗呢個0.8%，就去到即係2.5%咁樣。所以因此咧，而家去到2%，因此美國聯儲局減息會大增，咁好簡單啦。啊，瑞銀咧又講啦，美國數據咧需要有實質性嘅疲弱，聯儲局先會適當減息。錯啦你！認為方面起咗9月之前減息係極其不可能，最快會12月先減息一次，但前提需要有數據急速轉弱嘅情況。好，好啦，再跟住我睇睇啦，美匯指數走勢，使過你講啊，已經跌咗啦，係係咪啊？嗯，好啦，再跟住美國十年債息，你使唔使減息啫？係自己嚟啦，自己嚟啦嘛、嗯，自動波係係咪？已經由2.6%之前嘅時候由2.9%噶嘛。2019年嘅時候年頭嘅時鐘話就喺1月嗰陣，仲去到話去逼近3%噶嘛，而家翻翻嚟，嗯，2%啦，再跟住遲少1.75%減咗成釐啊，一年。以前美國聯邦儲備基金利率就是一年加唔加咗，有冇加到咁多次啊？冇啊嘛，所以我使鬼你要講話減唔減？乜已經市場減曬俾你啦，市場點解減曬俾你啊？係好簡單。特朗普踢你美國聯邦儲備局嘅屁股啊嘛，而呢班友仔。又不夠班，又頂不住，屁股又不是浪費鋼板在這裡，一踢就動了，你就痛了，那你就走咯，浪費鋼板在這裡，一踢他腳痛，他就走了，那你不是嘛，所以你就一定要減息，什麼要說的？ No talking， Trump one is coming， 減硬，減硬啦，來了啦，還有一件事，你遲些你還要這個什麼東西？重要這個是要 QE， 好了，講回很多東西了，即是這些估計等等東西，特別說瑞銀說要前提要加速數據轉換，一是全球的經濟是看三個 PMI， 或者兩個 PMI， 一個出口值，一個是美國的 PMI，即係 Purchasing Manager Index， 係，就係採購經理協會指數。呢個喺前瞻性啊，公司要擴展啦，公司單多咗啦，因此我要買多啲原材料嘅。嗯，咁呢個採購經理指數，一個睇美國，一個睇呢個中國，係，呢兩個係製造緊嘅。嗯，咁呢兩個啫，呢幾個月你話俾佢知，佢升定跌啦？縮啊縮啊縮啊！縮啊嘛。嗯。另外第二個你要睇，第三個你要睇嘅咧，或者係第二個咧。就是南韓的出口數據，撐眼啦。南韓出口數據怎樣去看呢？因為南韓是屬於電子工業的先進者，他們有很多是零部件是出口的，他們其實今年的一月那個出口值已經一路下跌，所以當南韓出口值下跌，為什麼下跌？因為兩個 PMI 買少東西嘛，那這個南韓的，那我就出去少了咯，咁所以如果你淨係兩個 PMI， 你下啲，你唔係啊，你仲好多 back order 啊，未交貨嗰啲啊，咁嘅時鐘我仲可以撐好耐嘅喎，即係而家唔係啊嘛，你又唔訂嘢啦，我交貨咧已 already 已經交少，所以先跌啊嘛，出口已經交少，
咁你跟住我已經出到呢度跌，你呢度又唔漲嘢，咁我哋咪升唔到咯。嗯，經濟全球經濟梗係差噶啦，全球經濟差，股市梗係跌啦，咪反映曬出嚟咯。嗯，股市走早嗰個經濟之前六個月啊嘛，一般咁講啊嘛。係，而家梗係唔使六個月嘅。嗯，快好多嘅 ，overnight 嘅啫。哦，又快一陣係咪 overnight？ 唔係，特朗普。哦，如果特朗普嘅話，我而家唔搞關稅啦，同你中國，墨西哥我唔徵你税啦。嗱，我話俾你知啦，跟住第二日嗰啲人啊，即刻撲出去，就訂貨啦。一定啦，因為如果訂遲一啲咧，人哋加價。係。咁啊，當然仲有一樣嘢喎。特朗普佢話：我寫定生死狀。哦，如果反口。如果反口。我千刀萬剐，哇！不過即係佢講完都冇問題嘅，因為佢跟住第二樣佢話：如果唔再反口，我先至千刀萬剐。嗯，咁就反口再反口，佢就唔使千刀萬剐啦嘛。係啊，即係所以呢樣嘢咧，你要睇清楚。嗯，無論點都好，我哋嚟緊睇緊到，仲有一樣嘢，美國幾時話提升中國25%關税啊？係。而家仲有啲係六月十五號先開始加你咩？而家六月幾多號啊？嗯，都未加。係，所以你好多時而家咁啊，啲人都話啊，美國啱啱公布個秘書咧，經濟數據唔係好差啫，所以咧美國經濟仲好。拍你個頭啦！未反應啊嘛？個秘書講緊幾耐嘅嘢啊？嗯，係三月啊嘛，三月底嘅嘢啊嘛，而家做啊嘛。三月底未有關税。三月底你仲話係美國同中國傾得埋攬啊？係啊係啊。係五月三、五月五號先至散兵噶嘛？係。所以你同我睇佢個秘書喎，係咪即是話睇秦朝哦大軍壓境係好走佬啊咁樣？嗯，未到過咗，真係要走佬嘅係。嗰啲鬼嚟嘅，哦，系，系咪啊？嗯，秦朝大軍壓境，仲唔係兵馬俑啲鬼出嚟？嗯，系，啲鬼出嚟，你仲唔走佬？不過你走唔到，嗯，因為鬼俾鬼追係走唔到嘅。哦，咁樣樣，系，係嘛？你坐定定得啦。所以有陣時啲數據好深啦。嗯，我哋現在喺一個喺咁反覆多變嘅社會入邊 ，past figure is past。我本來想企起身俾你睇睇噶，不過唔需要啦。我 pass 係27寸腰嘅啫。哦，而家都唔係好咩啫，啊？係咪啊？嗯，係咁簡單。嗯，係咩？我 pass 頭髮多過你嘅。哦，係 ，is a pass。嗯，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要睇，唔好咁樣。當然，如果我現在係3個月大嘅 BB 仔，嗯，頭髮係咁咧，係。冇問題，嗯，因為我 future 係會有用，嗯，有前景。即係我而家係70歲嘅阿伯，頭髮係咁咧，你唔好同我講嘅 future 會生翻曬出嚟，嗯，係。呢個我要睇翻一個時勢方面嘅嘢，你唔好睇個啊，佢而家頭髮少啫，第時佢會生翻嘅。嗯，我成日都咁安慰自己嘅。哦，不過最拉尾我都係覺得，當我去到呢個40歲嗰陣時候，我已經覺得。唉，唔好諗住佢生翻啦，我接受呢樣嘢。係，衰退就衰退啦。嗯，啲人而家唔肯接受有衰退呢件事，冇問題嘅，唔緊要嘅。哦，遲早嘅，因為嚟緊呢個禮拜，墨西哥Donald Trump 已經話墨西哥硬嘢嚟噶啦嘛。嗯，你知墨西哥硬嘢嚟嘅話，會出現咩咧？南韓 here 個車。係喺墨西哥做，然之後運去美國。嗯，抽咗關税啦。係日本仔好多嘅製造原料，大把係大把喺墨西哥做，拱佢咁啊，突然間就走咗喎。係係咪啊？嗯，好多嘅服裝，中國去美國服裝到現在仲未抽關税。嗯，係因為美國驚住冇底褲著。嗯，即係我係咁講啫。係即係衫。嗯，之但系如果你墨西哥一下个礼拜就抽关税嘅话，你墨西哥去嘅衫就已经抽咗关税。系，系所有。嗰阵时搵得到咧就搵到，吓，原来中国订货目前仲平啲。
哦，係。因為墨西哥即刻抽咗關税啊嘛。係。嗱，你睇睇個世界變成咁樣樣，你仲同我哋用 password 嘅去講嘢。嗯。而家你問題一定要前瞻一樣嘢，一特朗普打唔打你中國？哦，硬打硬打硬。嗯。咁既然打嘅時，中國會唔會還拖？還硬哦，唔係禮儀之邦咩？咁呢個各自之後就跟住點樣？係。咁自自然然，所有嘅貿易，所有樣嘢就會揼曬落。嗯，係。揼曬落嚟之後嘅時鐘，哦，嗰、那個經濟就會向下滾啦。滾啦。嗯。係，要知衰退啦。係咩？咪咁簡單咯。嗯。第一個信號。係。就是美國呢個月啱啱琴日公布小飛龍，哦，人又增長嘅唔知十幾萬啊、廿幾萬啊，突然間增長得兩萬，嗯，係何解咧？開始影響到啦，我認為咁睇啦，嗯，係係咪啊？即係咪嘅事唔知道，因為你要再睇咧，下個月可能小飛龍又真係飛翻上嚟俾你睇咧，睇埋飛龍咪知啦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咁唔得嘅，你睇小飛龍唔可以睇飛龍嘅，哦。你只小飛龍就睇翻小飛龍，哦，飛龍就睇翻飛龍，係，即係點能夠男嘅同個女嘅對對嚟對對嘅啫，嗯，唔得噶嘛，好啦，無論點好，咪等下個月咯。你再歧視一樣嘢，你睇睇，基本上你睇出口數據，嗯，你睇啲 PMI 睇呢樣嘢，係咁簡單，係。如果你認為可以有啊，特朗普同埋習近平傾完之後咧，可以即刻大家攬頭攬頸，大家 really good friend， 嗯，可以完全華為又唔打你乜嘢都唔理你做啊。哦，咁你咪買咯。嗯，發夢喎，係咪啊？係。咁所以你話經濟數據乜都需要後退先啊？這是黎明前的黑暗再黑暗。係、哦。我哋唔係黎明前的黑暗，因為跟住要見到光明。嗯。我哋而家只係點樣咧？我們還是啊，八九點鐘的太陽。哦，光下山係咪？不是啦，是剛下山的，是夜晚八九點鐘的太陽。嗯，因為你在緯度北啲嘅時之中咧、哦，太陽是八九點鐘先落山嘅。係，咦，有排捱喎咁樣，啱啱先日落啊，係。都是八九點鐘的太陽。係，不一個 A.M. 一個 P.M. 嗯，係。如果你認為同一個鐘嘅打，你認為要打幾耐咧？哦，如果特朗普真的要跟中國一開一個樣嘢咧，一定佢就會用打到去選舉噶啦。係、嗯。咁點解要打到選舉咧？有人會話：喂，佢需要依個咩啊嘛？佢需要依個選票嘛？聽住。嗯。特朗普咧，我一路起呢度都講過，特朗普得兩個字嘅啫。係。喺所有嘅政策上面，一個叫 empire，、嗯、一個叫 stock。係。係咪啊？咁。佢如果 stock 咧，意思就係點啊？經濟做得好，咁、嗯、因此啲人咧，人人咧就有工做，生活情況好、嗯、，everybody happy， 咁咪選你咯。係。第一樣嘢點咧 ？Empire 就話佢黑我喎、嗯，佢打我喎、嗯，我哋應該齊齊槍口對外。嗱，我咧就代表你哋係齊齊槍口對外嘅。嗱、哦，嗰、那個民主黨咧、嗯、就唔係槍口對外噶，佢、嗯、係內奸嚟噶，美奸嚟噶。係。你選佢咧，佢就會使你冇曬面子噶啦。嗯，係唯一我先能打到中嘅。嗱，要記住一樣嘢，窮佬就要講面子嘅，有陣時。哦，竟然反而係啊，係、啊，因為佢橫又死，掂又死咯。嗯，啊，係，佢不求好死，嗯，但求面子。哦，打你就打你啦，咁樣。係，咁之後咧，係唯一有錢佬。嗯。先點咧？就係 What's the little pride when your stomach's concerned？ 嗯，佢唔係 stomach， 佢係腰間嘅荷包啊！唔好以為佢肚餓，佢有跪地餵豬乸，係、嗯、只有美國嘅商家先揾得到。所以點解即係先至話揾到？哇！賺少錢，但我唔制啊咁。嗯。所以點解打華為嘅時之中咧，好多美國啲電咧？Microsoft、Google、嗯、都去信，嗯，俾呢個係特朗普叫你唔好打啦。係，因為點解？好簡單，因為
你認為你可以掌握技術，華為就一定瓜得咩？嗯，華為又都掌握啲技術噶嘛。我哋需要有呢個技術，有呢個技術加埋，嗯，先可以有到5G 噶嘛。係，咁即係你又就攞自己為術，你又冇咗華為嘅技術，咁5G 啊？嗯，嗰條線永遠博唔到嘅喎，博唔到啲大家冇錢賺咯。嗯，所以點解 Google 同埋 Microsoft 都寫信嚟，你唔好打啦。係，咁特朗普咪嬲起上嚟點樣？好啊，你唔打啊嘛，我就話你，你壟斷。哦，我咁嘅咩？原來係嗱，你又唔好話俾我點睇啦。因為啲美國佬以前已經用過噶啦，對於兩個一用過，一個對於石油嘅工業大，即係大企業，係要 break up 佢哋。其實點 break up 佢哋咧？其實有一個政治利益啫嘛。嗯。第二個 Hunt Brother，Hunt Brother 咧就係當時點咧？佢買白銀，買到去咧就係哇，美國交付唔到白銀。哦。因為有錢嗰度炒，因為美國政府點咧？提高白銀嘅孖展，嗯，係，佢話佢有危險喎，嚇，白銀市場，白銀市場的安全性都影響到國家安全，所以提高呢個孖展。咁你 Hunt Brother 嗰啲買咗咁多期貨，你保唔到孖展啊嘛。雖然佢贏硬，贏咗好多錢，係贏緊嘅，贏曬好多錢嘅，因為佢好多張咧都係要做多咗一半，即係差唔多嘅利潤就一倍咁滯嘅。嗯。咁即係你一日未兑現啊，你嗰個啲紙上貨幣啫嘛。係。你一兑現咯，咁大家價格就會跌噶啦。係。咁咧就談説談説，咁 Hunt Brother 最後係破產收場。嗯。所以你唔好以為，哦，美國政府打你壟斷，嗯，係，係可以好多手段。哦，係。喺美國石油企業嚟講，個 Seven Sister 就簽咗成亞之盟。不准咁樣去呢個壟斷，不過其實嗰幾條友仔都自己正雞嘅壟斷嘅，七個啫嘛。嗯，係傾下偈啦。係咪啊？打高爾夫球嘅時鐘，哦，打嚟打去時鐘，將啲嘢唔係藏喺月餅度啊嘛，藏喺高爾夫球度啊嘛。係。打咗過去之後，有時咪拆開佢睇睇，加價3.7啦。嗯，係一齊啊。咁跟住我係打翻個翻去咁啊，3.8好啲啩。哦。好啦，殺啦，咁啊，哦，嗱，咁跟住之後咧，如果你認為 O K 嘅咧，你將波打落水啊，嗯，哦，咁難嘅嘢，好，係咪啊？係，咪解決咯，嗯，呢啲咁嘅壟斷嘅嘢，當然我講得好戲劇，係，使啲老細自己去傾嘅咩？嗯，哦，下面有啲跑腿嘅嘛，係，係咪啊？嗯，所以咪一樣咁咯，咁若然係咁嘅話。你要睇到佢點解要呢個夾？而家要夾？你話喂，你嗰頭都打緊華為，嗯，你係咪應該將自己國內嘅電子產業嗰啲統一嘅戰線一齊去對外？係啊，對唔係？因為你結夾，哦，因為你唔聽話。哦，你唔聽話，你叫我唔好打華為。嗯，因為嗰兩個有嘢唔叫人唔好打華為啊嘛。係。喂，如果喺美國 ，Microsoft 同埋 Google，嗯，你話佢大唔大 ？Google 當然唔係 Google 出身。後面嘅母公司 Alphabet 咧，係佢出聲嘅話，佢大唔大啊？大啊嘛，嗯，係大啊，大啊嘛，壟斷咯你，嗯，咁大啊嘛係嘛，係嘛，係大啊嘛，咪壟斷咯，你而家壟斷先大噶啦，係，所以你睇睇遲少少，華為唔係華為 ，Microsoft 同埋 Google， 嗯，係會聯手一齊再打華為嘅。哦，再向外啦，再向外啦，因為佢被逼要向外。嗯，嗱，我係咁解釋，特朗普而家要打國內啲企業科技，嗯，話佢依個規模過大嘅，嗯，係壟斷嘅，我係咁睇，因為咧有前科 Hunt Brother 同埋石油嗰陣時 Seven Sister， 嗯，都係咁，都係咁嘅，點解？因為唔聽美國政府，嗯，講係聽就可以發達。唔聽就破產。哦，嗯，咁喺呢點咧，你睇睇啊。哦，嗯，好快脆。所以既然係咁嘅話，我想請問你，世界經濟如何可以好咧？嗯，所以常人講話，前提需要有數據急速轉弱的情況。哦，睇睇啊。嗯，一定會實踐到啦，係嘛？係啊。嗯，7月。8月、9月，你睇睇，嗯，
係咪啊？係好簡單嘅啫嘛。咁既然係咁嘅情況之中，咁你會揾到啊？咁特朗普唔驚經濟差咗落去，嗯，咁咪冇選票？對唔住，好簡單，經濟差咗，中國佬害我哋噶嘛，所以我有乜叫聯邦儲備局要減息咧？佢唔減喎。哦，有得賴喎。係咪？嗱，而家揾我係為咗你哋去打到聯邦儲備局要減息㗎。係。咁我想請問，特朗普係咪你嘅救世主咧？嗯，哦。第一向外係打你攞個職位。嗯。第二向內係撳低咗所有嘅借貸成本。嗯。包括咗咩咧？你供樓嘅。係啊。所有其他借貸人，美國人借貸好多噶嘛。係啊。借貸嗰多唔借貸，係咪會覺得特朗普都係？都做到嘢啊！咁你話唔得嘅喎，咁樣樣聯邦儲備局有咩嘢樣會影響到咧？第時咧美元咧印得好多嘅時之中咧，咁第時會有引致咗有通脹嘅。嗯，阿特朗普話：我選咗2020之後，嗯，我話乜鬼你知啊？係，如果我選唔到2020，嗯，後面就算冇通脹。有幾好都係跟我冇份。嗯，我選咗2020之後，就算有幾差，我都選咗啦。係，話知你啦，係咪？係咪啊？嗯，呢個係西方社會，或者我咁講，一路以嚟所謂嘅民選制度。嗯。哦。嘅咩咧？必然害死理性。所以美國現在嚟講，而家你同人任何人講緊，以前美國話啊，政府會照顧你，啲 pension fund 啊，你先會有 social security 會有。我想請問，你現在今時若然係60歲嘅，唔好講你90歲啊，係90歲可能因為死咗之後咧，嗰、那個 social security scheme 都面臨破產。嗯，若然你今年60歲嘅，你同美國任何嘅人講，稍為有腦嘅講。你估到90歲嗰陣時，你仲有冇 social security 去攞而攞咧？嚇！哇！咁差啊，諗到唔係諗到咁差，根本美國 social security system 咧，按照住好多帳面嘅嘢咧，應該5年之內已經破產了。哦，係。即係入不敷支。嗯。因為佢係收緊啲後生嘅，俾緊啲老鬼嘅。嗯，係。咁如果以前收啲後生嘅，收10蚊，俾啲老鬼嘅5蚊。咁咪 OK 啦，嗯，即系而家唔系啊嘛，收啲後生只得5蚊，點解啊？第一冇得撈，嗯，第二佢係讀書，哦，第三佢係失業，係咪啊？嗯，第四佢係低收入，嗯，去養一啲老鬼嘅話，就會出現就開始5個後生養10個老鬼，嗯，咁呢個基本上係叫做破產噶啦，係，咁當然啦，佢仲有啲家底嘅，嗯。咁啲家底嘅時鐘，你要到幾時可以即係藏頭金盡咧？嗯，咁我覺得都好快脆嘅啫。係，所以中國只需要企5年到。嗯，企唔企到啊？嘢咁樣打落去，捱下啦。都捱到啊？捱下，我唔知啊，捱下啦。嗯，哦，你如果真係有減息，特朗普更加打喎。係噶，咁你減，我有減嘅啫嘛。所以我減完之後，所謂全世界貨幣咪好似大家通貨膨脹咯。我又講翻嗰句啦，係有個幾多紙啊嘛？問你啦，係全世界入口貨幣係有幾邊幾隻啊？飲紙紙啊啲啦，衣紙啊啲係咪啊？元寶啊，你都真係冇聽嘢。哦，入口貨幣得翻元寶、飲紙紙同溪錢，冇衣紙。係 ，sorry。衣紙係做衫嘅。係，哦，嗰只衣紙係。是嗎？嗯，就是元寶、陰屎同溪錢。是。說了很多次，為什麼？因為美國的貨幣政策的必然性是這樣。嗯。而美國將會出現有一件事叫 MMT， 我這裡也提及過。MMT 叫 Modern Monetary Theory， 的意思就是以美國的國力，以美國現在的 muscle，嗯，我們可以印任何銀紙，全世界都要收的。是。是可以無限量地印銀紙嘅，嗯，啲美元仲受啊嘛，係咪啊？嗯，
咁即係你話你無限量印銀紙啫，陰絲紙都係無限量印噶。係。不過幣值係點樣咧？係俾鬼使噶嘛？你使唔使陰絲紙啊？你唔使噶嘛？我哋都會使嘅有陣時。拜山嗰陣時，咪要去即係伊斯普度呢個叫做係國際貨幣嘅銀行嘅類似咯，不過係陰間貨幣嘅係結算所。去嗰度換翻啲陰絲紙翻嚟，所以我哋有陣時都要使陰絲紙㗎，要買定陰絲紙啊，不過匯價就另計啦。嗯，係，俾下面使啫，係。所以呢樣嘢嚟講咧，話係咩嘢，同我睇到明天、後天，再跟住嚟緊一個月、兩個月、三個月，咁你自己估計呢樣嘢係會點走，就已經知道嘅。嗯，咁當然啦，你話。特朗普突然之間話依個即係和平咧，咁我咪輸咗咯，估錯咗咯，我對特朗普嘅人性認識唔夠咯，如果佢有一個和平嘅市場嘅和蔼嘅一面，佢中意同你係玩下嘅啫，嚇下你。哦，你仲要睇埋第二日嘅 Twitter 咪真係仲係咁講喎。係啊。係。啊，咁你得閒咧就即係嚇下你，得閒咧又即係。氹下你 ，every day 都會有嘅 ，is a new day。哦，嗯，暫時未睇到，係咁樣樣啊。咁如果真係減息，對呢個環球叫做影響大唔大啊？而家大家好似有跟咯喎，會冇問題㗎，咪環球減息咯。係，跟住大家依個環球依個製造銀紙咯。咁啊，再跟住，如果你唔減息，嗰啲錢湧曬嚟你嗰度㗎嘛。嗯，係嘛？因為你湧曬嚟嗰度，你貨幣咪會升咗上去咯。你貨幣升咗上去，你對美元一弱就會即係強咗之後，你就會揾到。你以為冇入口通脹啊？唔係啊，你出唔到口啊。哦，係。你貨幣太貴啊。嗯。出唔到口啊。嗯。咁於是你經濟咪又差咯，所以因為你減我減。係。呢個咧就真真正正都係一個 me too theory。哦，真係 me too 啦。啊，又係 me too 啦。係。咁啊，係咁繼續落去嘅話，冇咩嘢嘅。嗯。咁我哋有一個時期咧，係會好多銀紙使嘅。係，不過貶值啫。嗯，係。咁減息會唔會其實都叫撐一撐嘅事啊？減息一定會撐一撐嘅事嘅。嗯，撐咗啦。撐咗啦。今朝早。哦。係咪啊？琴日講曬話減息噶嘛。係啊係啊。今日講佢咪升咗上去啊？係。而家咧？未睇。跌翻落嚟咯。哦。係嘛？嗯。唔簡單。即都撐不起。咁你問我啊嘛，撐唔撐嘅事啊嘛？撐。撐咗。死雞都撐個飯蓋㗎啦。係。哦。係咪啊？撐完一撐之後就冇咗咁解啫嘛。係，哦，咁即係總之喺貿易戰之下個市都係會跌嘅。其實唔單止貿易戰嘅，就算冇個貿易戰，世界市都係會去到咁上下，會回落嚟嘅。嗯。因為我已經由2009年開始呢個經濟擴張期，係都十年啦。哦，一個循環啦又。係咪啊？嗯。咁需要即係調整下，好似禮拜日嗰陣時咁樣樣。唔好食咁多肉，唔好咁多應酬，屋企嚇飲下白粥水，哦，嚇食下青菜、鹹魚、豆腐，嗯，有益健康。哦，不過咁，係阿哥，嗯，你就揾到你禮拜日食青菜、鹹魚、豆腐，嗯，我日日都已經淨係食青菜。冇鹹魚冇豆腐咯，一餐半餐就話啫，日日都嚟咁樣。我日日都已經食緊青菜噶啦。係。點解日日食緊青菜啊？嗯。我有錢咯。哦，淨係買得起青菜。唔係，最近青菜好鬼貴啊，因為落雨。哦，係。14-15一斤。嗯，係。所以我食得青菜，我就冇鹹魚冇豆腐咯。哦。以前咧，我就食青菜、鹹魚、豆腐。嗯，係。總之啊。啊。越嚟越艱難，就係咁啊！哦，勒緊個肚皮同埋銀包，嗯，哦，啱咁樣樣，儲錢，有錢就儲，儲，係，好，唔該，石 Sir， 好嘅。嗱，想重温翻石 Sir 手記來咧，歡迎到 hkt.com 嘅點面區。咁就咪時間差唔多啦，我哋下星期同一時間再見啦。